咱的土地开发，咱是今日开始，咱的家族来进行。啊，这个土地开发影响最大吼，台北也毋是台北出钱吼，问题是伊那边有64个土，伊个联合开发，伊的财务平衡很困难。啊，咱会当配合土地开发部，啊，有伊的这个开发，便民财务平衡以外，带动周边的发展。啊，所以咱一般讲大众运输引导。这个发展啊 ，TOD 的部分哦，哎，导演，啊 ，TOD 的部分就是讲运输要带动周边的发展，啊，咱采取两个方式哦，一个方式就是讲拄我讲的，把周边的容积提高，啊，让因会当起较侪，啊，这是互私人的开发，啊，咱即马唔是咱更加积极，就从政府的企业来，对啊，场站，这个场站周边哦。咱站的边啊，咱就加强开发。啊，哪里加强开发，政府就入来，咱带动开发，周边的容积个增加，啊，你自然站的边啊，规个拢发展起来。啊，所以拄啊，唔只啊，副市长来就一直指导啊，爱玩家迄个咱台铁景点吼，伊毛因的既定的想法，因为只开发其实大家当合成一体吼。啊，咱这个车站本身吼，咱拄啊报个过，咱是迄、那个。啊 ，K1 哦，这段咱是81年，咱在咱完工吼。啊，这个完工周边的涉及到咱的联合开发的部分。啊，联合开发本身哦，咱这一带将近它1000公顷，啊，1000公顷内底，咱配合相关的容积、迄、那个奖励的部分啊，加起来，咱未来会当增加起价8000多平的落地板面积。啊，所以这个量加大吼，啊，咱入来了吼，咱原则上会甲分做两部。啊，较低即栋是做商业，啊，较悬的即栋咱是主体，啊，下底吼，嘛有一寡咱的店铺，啊呢，配合。这个地方几乎是冈山的信义计划，你刚才讲的信义计划的对吧？天桥全部连接起来。那第二点呢，我现在还是要呼应嘛。如果竹坪兄段长我们还可以的话，我这边因为这是 RK1， 它是一个测试月台，因为是导视月台。所以它可以呢往这边接，也可以往这边接。是故呢，如果你天桥这么做的时候，我是给你建议哈，因此你以后的冈山哈，就要跟凤山一样，你们凤山花了20亿啊，我是建议啊，你们冈山也应该重新改建啊。明年我直接讲哦，这个所在在丁家坪，好快的是为往家接出来，这立体化盖起来，那么在这个我们衔接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哈。这个空地要留出来，但是这个地方可以重建，我们下一步慢慢来，就是说斜对面那个地方再起来的话，那么你看的话，这整个天桥的效益会更大，因为这个地方的基地比我还大，你可以衔接我们的测试月台，你可以同时衔接到我们的月台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发展的潜力啊，我在想，我在跟那个张局长，就是说你们的局长再来聊聊看。